杜兰特最新野球局来了，他最近参加有丁威迪莫布里等人的野球局，中国球员郭浩文也在其中，并与杜兰特成为队友。他一开始就两次助攻杜兰特，而阿杜整场打出统治级表现，全是何谓真正的无差别单打。他无论是面对莫布里还是丁威迪的防守都打得游刃有余，简直太强了。面对机动型内线莫布里，杜兰特在节奏被打乱的情况下直接干拔打击，下一球也是在没摆脱莫布里防守的情况下强行干拔打击。更恐怖的是，杜兰特之后多次顶着莫布里的扑防打进中投，这种无视对方高度和防守的打法太豪横了。不仅如此，杜兰特的突破也极具威胁，莫布里多次被他过个干净，单防完全没法限制阿杜的表现。面对丁威迪的防守，杜兰特同样应对自如，被打推进后翻身后仰跳投一击命中。下一球杜兰特用同样的方式再次进球，丁威迪防守时完全够不着球。阿杜之后继续被打丁威迪，突然后撤一步秀起金鸡独立跳投。他这一球利用拜佛摆脱丁威迪防守，之后晃起莫布里打进中投尤为精彩。无论对位后场球员还是内线球员，杜兰特都能找到破解对方防守的办法。这样的顶级得分手下一站会在哪儿呢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。